盘点娱乐圈女儿罗合集，吴亦凡。现在喜欢女儿，小女孩。啊，对，我是女儿控。我说我以后结婚一定要生一个女儿。嗯，对，如果生一个儿子，一定不是我亲生的。一个字，绝。王一博，如果你有了老婆，想像佩嘉欣这么样漂亮的女儿。就是已经飞草尘埃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。穿越人海，只为与你相拥。郭麒麟，他说我要有闺女，我还准备嫁吗？一辈子不给她准备，一辈子不能让她嫁人，舍不得。哇哦！王嘉尔，喜欢谁？你喜欢我？那你抱抱。